新款奔驰 GLC 大换血，预计2022年推出。作为奔驰最走量的车型之一， GLC 可谓是奔驰的掌中宝，在国内车迷的强烈呼声下，终于推出了加长版。但是近两年奔驰已经开启了全线大换代之风，作为明星爆款的 GLC 自然是排头兵。车头大灯的变化非常大，由原来圆润的造型变成了类似奔驰 CLS 或新内吉那样的类三角形设计，而车侧你能明显感觉到后悬部分更长了，说明新款 GLC 在设计方面就已经考虑到了加长，不会再有 GLCL 那样在造型上令人觉得别扭的感觉。据外媒披露，2022款奔驰 GLC 或将采用更多的铝合金材料，车重将有望减轻50公斤。2022款 GLC 在满足排放的前提下，还能带来更充沛的动力表现，这是比较难得的体验。从 GLK 到 GLC， 奔驰对于国人的消费心理拿捏的恰到好处，所以成就了豪华品牌多年爆款佳话。